帅太为你感到开心了。那亲爱的林友会，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命中注定，生命共同体。而没事的任务，就是要从茫茫人海中再次找到你。我十九岁那一年，我还没找到你。于是，我参加了中式超级星光大道，以大魔王的姿态，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。只希望你能一眼看到我。奏效了，你真的看到我了，你找到我了。那年我19岁，一转眼，明年就是我们相识的19年。老婆，你已经陪伴了我一半的人生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过程相当精彩。接下来我要追随你的脚步，我要继续努力，一辈子爱你，下辈子爱你，下下辈子爱你。我们的约定是8个辈子，每一世我都会找到你，用各种方式，各种节目。没了。最后，我想跟全世界说，6月是夏天，夏天是 summer， summer 是林友会，林友会是我老婆，林友会我爱你。今天这个婚礼其实是要献给现场所有的朋友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是为了你们，真的为了你们。对，老肖讲了，老肖说只有这个理由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。他说也希望我们以后老了不会后悔没有办这个 party。你们在我们心目中都是非常重要的，都一样重要，真的，没有你们，我们。